在，没错，就如标题一样，飞机的漏在，那这边发生过什么事情？他这边听说，这边有一个女生，一个阿伯，那不是女生，一个阿伯，在这边被发现尸体。听说他当时走的时候好像是心肌梗塞，那个刷机呢，我就回来跟网友提供我的这个点，我就问那个网友，我就问那个网友说：“超威，那你怎么知道这个阿伯心肌梗塞？”他说：“这个阿伯常常在这间房子一直无声的呐喊，直到有一天送走的时候，警察救出来的时候，因为这个阿伯，这附近的邻居大概都知道说他是怎么走的，就是一个阿伯，他不幸在这边，听说是幽冥啊，在这边结束他的生命。好，那自从结束之后呢，这里面就没住人了嘛，对不对？”那住在附近的居民呢，常常因里面的声音而受其困扰，里面常常有杂锅碗瓢盆的声音。为什么里面没住人，这个阿伯已经翘起了，为什么来的依然有声音呢？刚说这块的事情是用人所不知道的吗？这块的事情像算是阿伯还是赶快懵懵吗？对吧？那之前听说这个法师有来过做法，把这个建筑物做了一个清净，好，那也有人说这个是第一种结局，第二种结局听说这个老法师把这个阿伯封印在这边。哥姐，为什么没有住人的房子会常常传出？因为这个阿伯呢，他之前有个病，就是活着的时候他常常会砸东西啊，砸摔东西。那住在附近居民也不疑有他，就觉得说，哎，就住在这，反正那阿伯常常砸东西嘛，砸的不是我家的，所以就放任他去。直到有一天这个阿伯人走掉之后，听说是心肌梗塞太冷。那大家都知道这个里面阿伯已经走了嘛，对，附近的邻居都知道。那突然就是走的时候，那天晚上呢，诶，奇怪，里面竟然有传出锅碗瓢盆砸碎的声音。那附近的邻居就想说，靠腰，会不会是阿伯回来了？就是会不会阿伯还没离开这个地方？明明他的肉体已经结束了，但是他的灵魂还在这边。好，那附近的居民就常常觉得说，半夜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半夜凌晨十二点一点的时候，常常听到里面有锅碗瓢盆的声音。那附近的居民呢，不堪其扰，常常报警。哦，哥姐，今天小姐姐让哥姐前进这个被封印的老宅院，你看他这边其实空地都被封起来了，这间房子空地都被封起来了。拍谁哦？哎呀，我操！他这边一楼好像没有一楼哎。我靠，这边那么多神子哦！可见这个是基地上吊的地方，摆这么多神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这个道理？聊吗？我靠，这阿伯有躁郁症是吧？把这东西家具都乱丢了。阿伯连柜子都不放过，连柜子都给他踢朝天，你看到没？这阿伯拍清醒了。跟刷掉阿爷感觉阿姐感觉呢，心地就白。有啊，阿姐阿姐的大姐啊，难不成这件是阿爸不是阿伯？而且阿姨，不然怎么有出现这个东西？你还有底座嘞，你看，对不对？玩那么辣的吗？哦，这刚才阿静大爹是一块素材，今天白扛的嘞，鬼暗啦，不能开玩笑，鬼暗冻未了啦。这大机这粗了，这粗用，搞我赶快的，不是我是讲，我卡粗了，我卡卡粗了。
哇，阿北超会搭，阿北童心未泯啊！你看，半夜还给我去开挖土机维生啊，对不对？哥姐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身为男人呢，要有肩膀，对不对？我常常看到这社会上很多家暴出现了，所以我跟你讲啊，为家暴的不是男生，不是好东西，好不好？所以我跟你讲，我们要保护自己的家庭，为自己的家庭而奋斗。好，会家暴的人会这样子哦，会家暴的人会这样子哦，啊，不会家暴的人跟我一样这样子，好不好？会这样子哦，好吧？讲什么屁话？早回答。好，哥姐，不知不觉我们一楼就带完了，非常的快速。今天我们30分钟拍完，好不好？哥姐，你可以看他们的地盘哦，其实碎石头非常多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看他的天花板。它其实这个很容易坍塌啊，它这边好像偷工减料呢。那阿伯住伫这块所在，真正是无简单阿伯哦。歹势啊，有人吗？歹势啊，阿伯，歹势，甲你叫了一下，你莫甲我来抢好不好？我是囝仔人，我小皮球香蕉油满地开花21256257，阿北真的很北七，五郎吗？啊，不是，我说，哦，这阿北很拽，不敢被插销嘞。真的很危险呢，你看地板都坍塌了，对不对？我靠腰啊！哎，这有鬼胎耶！不对啊，这是老宅耶，这是一个老宅，怎么有鬼胎？难不成鬼胎是阿伯？阿伯他鬼胎小姐吗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，他不转过来噻，我在等你转过来，大哥，他跟你转一下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在等你转呢，对，这么俏皮是吧？不行啊，哥姐，我不讲话很干呢，真的啦，不讲话这个太闲，很无聊呢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这个感觉？不讲话就感这个太闲很无聊了。我靠！欸，他隔壁还有房间呢，隔壁那是隔壁阿伯住的地方，够可怜，够发达。我家的天花板，三楼天花板也掉成这样，哎呦，好狠哦！隔姐超灵呆啊，你没有地方住，你可以跟我讲，我帮你安排社服人员嘛。这个梦妍，梦妍，你有什么委屈，有什么困难，你跟我讲好不好？我是一个爱心的人，好不好？我常常帮助弱势儿童，我看你像是弱势大人哦，对不对？你怎么住在这种地方，对不对？柯姐，我们要有爱与关怀这个梦妍姐，超灵的，家里给我住废墟啊！我的妖天呐！梦妍姐，不要担心，好不好？你以后的住的地方，我帮你想办法。你私讯我粉专，好不好？但是我可能会帮你封锁，不是我说。对对，错帅，真的假的啊？这个可能你家，我想真的，可能你家那个三楼，可能要去找人家修理一下，不然很危险。拍谁有人吗？我操！回答这个看起来不像是主家的感觉。可是看起来不像是主家的感觉呢。五郎吗？
还有人踩到铁的声音呢？有人在吗？刚好听到有人踩到铁的声音，有听到赶紧刷一下。这飞机很久以前的啊，这飞机非常非常久以前的，这好像我觉得应该有二三十年了呢。我操，林丹呀，真的啊！老被死狗们唰起的，可就够了，对不对？不要紧张，也在掌控之中嘛。81、82年的，从还没出生的时候呢，这飞机快30年的嘞。这飞机快30年的，难怪他的房子那么破烂，破屋啊。听好踩铁条的声音呢，小小鱼儿快长大。我靠，哥姐，你们那时候有读过这一本书的，现在应该长得蛮大了吧？都发育完毕了吧？对不对？应该都多多了哦，不是多多了，都丢了哦，对不对？哥姐，你看一下这个衣柜啊，长得都已经超老，赶快的，别开玩笑的。那时候我4岁了，哦，所以现在佳琪三，佳琪姐现在4岁，现在36岁是吧？哦，佳琪姐36岁是不是？佳琪姐36岁是不是？啊，76年次的36岁是。哥姐，女人典礼是女人的秘密嘛，对不对？不要讲那么大声。佳琪姐36岁都讲出来，对不对？刷赞。可是这个不像是住家呢，因为网友跟我说这个是住家，这边是住家。网友跟我说这边是住家，所以这不像是住家，这像是一个柜台，跟这个很像医院呢，哈。无聊吗？看都没人，空空的。不对吧？这就没了，超伟大。这边很远呢，歹徒。讲话，靠北啊！跟下北来接我。没事。他这边应该是那个舞厅那个中堂啊，这边应该是集会的地方，所以阿北应该不是住这边。今天要找的就是找出他的房间，因为听说这网友提供的绝对不会错。那他的房间应该是这间啊。好，感谢哥姐今天公开分享，也非常感谢部分分享给感谢你们今晚支持哈，差不多了，哥姐差不多了。阿北的传奇的一生就在今天结束了。哥姐，我来带你看到这是阿北的房间，没错，空无一物，就像小鸡的口袋一样，那底下康康，没错，阿北的房间就是这么空，阿北传奇的一生就这么结束了，空空如也，这城市那么空，这思念那么重。
这阿伯住在这很冷，他没有冷气吹，只有这个电风。我超回答，住在这边没冷气吹呢，哥姐。三十几年间，你要什么冷气吹？三十几年前你有冷气，甲老喷，你年下你好野人，真天有影啦。今嘛每一顶厝都用冷气，对不？但是三十年前你敢有恁家敢有冷气吗？不是，我是讲你三十年前恁家有冷敢有冷气的时阵，对不？你就是好野人的款呐。这还有三楼，我们去三楼看一下。应该就是三楼。哇，这个铁都有人干，你看，对不对？哇靠，哥姐，你看，哦，有了吗？超乎道理。看楼上有人丢玻璃耶，看楼上有人呢，回来吧。他这边是围楼啊，你看一下他的天花板都已经钢筋外露了，那个石头都随随便都掉下来，你看，他随便一砸就。看楼上好像有东西，超难找的。所以探险不只要担心围楼，还要担心好兄弟。你看，靠北啊，楼上的天台欸，有上去吗？超伟大嘞！这里真的废得好彻底哦！啊，没有啦，阿伯拍谁不喜欢讲的哦？我觉得你们阿伯你住的地方这个，我觉得像地上很多石头啊，这可能是要提醒自己，常常在磨练自己，要坚持向上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哦，阿伯。哦，没有，这里不废，这里都不废哦，那不是我讲的，那个是 V 开头的小姐姐讲的，不是我。我是觉得你这边装潢非常的独树一格，有废墟风的感觉啦，阿伯拍谁？你别来抢我的卡车。后面是隔壁还有那一栋，对对对，隔壁那一栋。我们先把天台开往一下，那我们去下面找那隔壁那栋怎么进去？哎，好像是那里，会不会？那边，那个是隔壁，那是不是隔壁栋天台？是的，隔壁刷一些，是的，隔壁刷一些，那是不是隔壁的天台？天台开灯，那哥姐，天台开灯，你以为我这边是码头是不是？啊，你以为我灯塔是不是？你要让所有人都知道说这边有个探险家，玩小鸡探险家是不是？对不对？哥姐，你要我在天台开灯超伟大，那很像灯塔嘞，为你照心中的那条路噻。不是，天台不能开灯呢、啊，要爬过去嘞。等我一下，爬过去一下。哥姐，很有可能是那一间哦。看那间会不会超灵呆啊？会不会就是阿伯当时鬼翁的所在啊？等一下，可惜不好意思哦，因为有这困扰，但我相信。线上的隔绝，你们没有办法体会这种困扰，我说我没办法，这天生异禀啊。靠边啊，大小。哎，那门口有个瓮啊，那是瓮吗？那是瓮吗？你别别瓮吗？哎，那是瓮啊。
那奥斯曼有插的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旗子哦。怎么会有人这样放啊？拍谁哦？我打扰一下，我拍影片而已。靠背都有瓮哎。拍谁哦？有人在吗？怎么办？靠腰嘞！阿伯拍死我感冒，你勇气卖出来哦，不然死到河啊船烂，你嘛哭哭少嘞！阿伯你够有爹无？阿伯你够有爹无？酒缸烫袂破，阿伯的地雷波，阿伯 ，You have a trouble。没有啦，哥姐，我想说这比较顺的，有押韵的。阿伯不知道听不听得懂 English 的。阿伯，你跳舞 English 不 ？You have a trouble。Your trouble is me。我操，这到底啥笑啊？哦，有东西啊！黑仔阿北在吗？这什么东西？这可以碰吗？这插着旗子，然后这一根是干嘛？划船是不是？好像不让人家过去呢。而且你看这个哦，我操，连待这很久了呢。这感觉不像了，葛姐，这是不是一个做法？这是不是一个阵法？他不让人家进去这个地方，会不会？他那个是令旗，我先关灯一下，因为真的是超灵的。你在天花板，你在顶楼开灯，像灯塔一样，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这楼上有人？葛杰，这是不是不让人家进去？他那边有令旗呢，而且还有个坛。靠，别是有人住吗？五郎吗？我还不过去。依照我的个性，我当然不过去啊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感谢感谢，我们就躺在这边了，因为他那个有令旗啊，超灵呆。那过去我觉得又麻烦啦，我现在身体很虚哦。老师有跟我交代说，如果遇到什么做阵法啦什么的，不能千万不能轻举妄动，我真的没有办法，不然我病情会加重啊。我真的没有办法过去啊。感谢哥姐今晚的陪伴，我真的没办法，我真的很不舒服，我现在。好了，哥姐，我们走。你卖孝心啦，我将会走是不是？对对，不要开玩笑嘛，你把摔了。哥姐，不好意思让你们失望了，我是不会走的啦。他回答，他以为弄一个瓮，设了一个木头，就可以阻挡我前进的道路。他异想天开是不是？阿伯，你异想天开是不是？阿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肯定要碰啊！三、二、一。哎，令旗啦，靠腰啊！还有这什么东西？还有只鸡耶！哎，这是红令旗耶！我听过看过黑令旗，没有看过红令旗的嘞。靠腰，那里没有东西吗？里面没东西啊！不好意思，借过一下，好好过去。哥姐，我去哦。哥姐，我要去喽，我要一哭喽，啊，不是我说。哥姐，冲！你带我过去，他木头在动啊！啊，不过去！靠腰，哎，靠腰不行啊！哎，这有做烫魔力啦，真的不能进去啊！我进去，那木头就挡我的去路啊！真的假的？啊，我操！哥姐，伤到我屁股啊！靠，不行，哥姐不行，不要开玩笑！我操！哥姐，阿北伤到木头了啦，我靠腰啊！阿北伤叉拉了。
那阿伯上茶拉了怎么办？阿伯，你不要委屈自己上了一块木头。你生前恁爸常常叫你茶头，你娘哩，你这世人真正变成一粒茶头。阿伯，你死嘛死得无冤家，你娘哩，你跑去附身木头冲阿小啦，这样够简单。好了，哥，你不要开玩笑了，好不好？无聊吗？无聊吗？看我怪怪的呢，可惜我头好晕哦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。看我一进来就头晕呢，我讲真的。看我感觉怪怪的。阿伯，拍摄有人吗？阿伯，你嘛真强卡，对不？人家烘衣机是摆在室外，你烘衣机是摆在室内。阿伯啦，欸，可楼上有声音呢，有人吗？看楼上有声音，靠边有人进来啊！哎，靠边啊，那灵气不见了、啊。太扯了啦！我起鸡皮疙瘩，我就跟你讲，哥姐，我进来我就感觉头晕了，我讲真的，我没有开玩笑，那灵气不见了呢，怎么可能？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好像真的有人在做法啦，他这里真的不能进来啊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地方独家，今天有跟到这个直播的，这个直播我会删，没办法，现在都要删了。这个地方因为我十集在粉专直播，有八集都一定要删，因为这个独家都一定要删播啊，因为怕。哥姐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地方你们绝对没看过，因为这独家都没有来直播过。你看，那傻小，妈的，跟那灵气直接躺在地上。我感觉他不想让我进来呢。不要碰好了，你就要碰啊。只有字啊，只有字不能找回答。哎，哥姐灵气不见了！哥姐灵气不见了，在我手上。哥姐灵气不见了嘞，在哪里？我操！哥姐神态住你啊，神态住雄心。不好意思啊，如果今天有打扰你的话，拍谁哦？
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好。哦，不好意思，如果你真的不希望我进去这栋建筑物的话，你再丢出来一次好不好？如果你不喜欢我进来这个建筑的话，你再丢一次，我看你飞起来感觉，我想看看你飞起来的 feel 啊。那个感觉不到我那个 feel， 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阿贝，你常常在一边烘干呐，是吗？真的啦，那红衣服在这边，阿北在这边，给我烘干了。而且，阿北以前在这边的时候，他有个梦想，你知道吗？就是他有梦，他有一张梦想，可以，就是可以打进全国奥运。戴之颖，戴之颖，王宇飞，王宇飞，戴之颖，戴之颖，王宇飞，王宇飞。这是阿北申请的时候的这些梦想，他梦想不知道如今有没有成真啊，所以我今天来找这个阿北来访问他一下，看他梦想有没有如成真的如愿以偿。拍摄有阿北在吗？很卡是不是？隔天很卡吗？我这边满格嘞。隔天会不会卡？不好意思，我一直咳嗽，那喉咙很敏感。隔天还会卡吗？不会啊，我看不会卡，我看不会卡呢。不会啊，隔天我的脸庞还是一样英俊啊，英俊美丽动人，善良善解人意啊。拍谁哦？看，真的锁住，真的锁住，没有开玩笑。靠背啊！真的锁住啊！阿北，你在里面是不是？在第五了吗？哥姐，我已经很久没踹门了，今天为了你们，好不好？我决定，一、二、三，我决定抓痒一下，因为脚很痒，这边有蚊子啊，靠腰啊，这蚊子很毒呢，一直咬啊，超会打。不要，蚊子！我来到热带雨林，是不是？拍谁哦，阿伯，我出其不意，敢有搞你吓惊？阿伯，你敢有爹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我是讲你敢有爹吗？不是，我是讲你是爹，不是？阿伯的衣服啊！我靠，有人在推呢！有人吗？靠腰啊！这石头真的砸了砸碎，满地都是啊！哥姐，你看我们探险真的不是人干的。你看，你遇到常常遇到好兄弟的攻击，又要担心警察，然后又要担心这里面，这是危楼啊！
不是围炉哦，你们塞楼了。那过年要围炉，那是你家去围炉，你家团圆那是围炉，我是围楼，危险的围，楼中的楼，楼间危险，我楼我是楼中楼。隔街石头砸下来，我直接变智障真的，就已经很智障了。隔街还会变个智障，真的，原本就已经很智障，石头砸下来变这样。线上的隔街，你好。我姓康，叫康安。昨天康安在 YouTube 玩恐怖游戏实况，希望格杰帮我订阅一下我 YouTube， 因为快十万人了。格杰快十万人了啦，快十万人有那银色的两排，我挺好过的。这格杰，等一下，你等我一下，格杰，等我一下，这题很难，我要想一下。三加三等于三加三。哥姐，你们知道答案吗？哥姐，这题这题是不是要开根号？是不是要四舍五入开根号，或者是之类的？这有点像微积分欸，九减七。不要再考我那么难的，我数学白痴。哥姐，他这个很难啊。哥姐，你们会吗？你们应该不会吧？三加三等于八，完蛋，有一个比我更白痴的出现了。他说三加，地上全部都是烧纸钱的痕迹啊。靠呀，地上都烧纸钱的痕迹呢。应该在这下面哦，有没有可能？可能地下烧纸钱的痕迹应该在下面的啦。老丁五郎吗？真的是啊，这边啊，真的啦、啊！哎呦，我操，回答嘞！有人吗？有人在摔玻璃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，有人在吗？哎，对不起哦。阿北是不是在洗碗啊？阿北，你在洗碗是不是？对啦，哥姐找到了啦，这边啦，家具都还在。这是阿北住的地方，超威他就是钱。靠北啊，哥姐，你还记得小姐一开始跟你讲的故事吗？邻居常常听到阿北在摔东西的声音，连阿北走掉的当晚哦，隔没几天又出现摔东西的声音，那邻居不是会心里想说，奇怪，阿北不是已经走了吗？因为救护车有来把他载走，然后后面传出他已经过世了。那奇怪，他已经过世了，怎么可能里面还有传出摔东西的声音？那这邻居这网友就提供这个点给我，这个点是独家，你们一定没有看过这个点，百分之百。那奇怪，该不会是阿北的室友？阿北的室友是你吗？阿北的室友，请你节哀哦，人死不能复生。你的室友已经来照啊，那卖雄心啊，拍谁？哥姐走路看路啊，阿北在下面，你还在不看路撞阿北的棍子。靠北啊，不要踩啊。五郎吗？
欸，我怕真的有室友呢。哥姐，我以为你是阿贝啊！超伟大！哥姐，刚才那锅碗瓢盆那是谁摔的？你没有听到刚才锅碗瓢盆的声音吗？有听到哥姐他有，真的，我讲真的，不要跟我说你没听到，这里不可能有人住啦。有水的声音啊，不是洗澡吗？不是不是，我在洗，是我在洗在澡。拍谁要被不好意思，忍了三小时了，这边很急，所以头发甩甩，尿尿跟着甩，头发甩甩，靠，别甩了，两滴在我嘴巴上。今年哎，淡薄淡淡的。看我腰啊！哎呦，看我腰啦！可是那边呢？那里有人吗？哎呦！靠腰！里面有人呐！哎，来电有人吗？哎，别拍谁哦！我怕压屁你啦，拍谁五郎吗？好，不好意思，狗妖啊！里面真的有人，里面真的有人。靠腰啊！五郎吗？五郎吗？遇到了，哎呀，别拍死我，怕压扁你啊！我无心家己叫了哦，好不好？我没有心要打扰你，我拍一片而已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有人在吗？哥姐，那板子刀子插上面，那往我这边倒嘞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啦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阿伯，我有全部啊啦，你别跟我冲啦，我卡真会掉啦，有人吗？
可惜你看我看到那个板子直接飞进了，可惜看到有大有。要被关门的了。我起鸡皮疙瘩，哥姐，我不要拍了啦！靠背啊，生气了啦！我，我拍影片而已，我没有带纸钱，我也不能烧，会被告，不好意思，有官司。这个阿伯我喜欢，好帅啊！不是哦，阿伯不是我，是那个叫米雪的阿纪也不是我。他说你希望你走了，把你冲起来。阿伯不是我，不是我讲的，他是线上有个叫米雪的阿纪，他说他希望你去冲他一下，不是我，不要来找我。不是我讲的啦，你娘的，哥姐，你们打字不要来我念出来，我真的被你们气死啊！这人命关天啊，等下阿伯找我肛门冲怎么办啊？靠，要等下菊花开满地开，卡成火鸡的阿伯开。哥姐，不要开玩笑了，超回答你没有人呢、欸，那是人吗？我刚看到有个哥姐说，一打开门，他就看到他站在里面。我身体很不舒服，真的头很晕啊，真的，我真的头很晕啊。阿伯会觉得我很烦啊，那阿伯他妈的觉得应该觉得我很烦，你知道吗？你看有刀子，哦，那会超多。你看刀子插一车呢，那阿伯想让我死呢。拍谁哦 ？get 到几嘞？哦，打扰，不好意思，见怪莫怪，真的对不起。哦，阿伯，我不知道你在这边。哦，祝你圆满啊！哦，不好意思。哦，真的祝你圆满，祝你往生极乐。哦，祝你家和归西，好不好？不痛不痛了，在佛祖旁边修行啊！你不要生气，我拍影片而已。哥姐真的都没人哎、欸，哥姐真的没有人呐、啊！你看，在后面都砸我啊！这移动一定有声音啊！这我完全360度环境拍，没人哎、欸，真的没人啊！盖这门怎么关的？靠，哥姐看前面，看我干嘛啦？不会吧？沙啦啦啦啦，沙啦啦哩哩啦哩哩。好了，哥姐不要看了、啊，我是为人正人的君子，好不好？像这种鸡毛蒜皮事都吓不到我的。阿伯，如果我这边有打扰你，这边跟你说声真心的抱歉哦，不好意思哦，真的打扰你了，拍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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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拍谁拍谁。
好了，可心，我走了。我走。啊，我觉得这边4比96啊，可心。无聊吗？可惜开门的木板又倒下来。没有啊，没倒下来啊，咋回的？衣服出来了。我咋回的？哎呀！哎呦，咋回的？太扯了吧！但是有2件是不是？但有2件啊，靠腰啊，我被你们吓死掉。你看我真的起鸡皮疙瘩，你看。这隔间这自然反应不会骗的，你们看到我起鸡皮疙瘩。操，我一旦有2件啊，我真被你们吓死掉，我想说。那有2件啊。那有2件啊。一定在里面，一定在里面。八米呢？南宫几乎无输呢。任何代志我拢靠看透啦，我看透透啦。什么代志拢去给他们捞的啦？南宫几乎赞呢？有2件呐、啊，这件我刚有看到了。真的啦，刚有啦。真的有2件呐、啊，超伟大，怎么可能呢、啊？妈的，哥姐，我们刚才在这边，它里面的那衣服会跑出来，你敢被骗？对不？是不是我们盖进去这边对不对？那里面的衣服会跑出来，你搞得被骗，对不对？你当我白痴是不是？妈，玉皇大帝来这边也都没那么神奇啊，怎么可能呢、啊啊？我操你娘！真正倒出来呀、啊，真正倒出来啊！你娘，夜三会飞啦，夜三会飞啦，靠背啊，那啥桥啊？从上面飞吗？阿北派谁救我吐一下，这边很脏。怎么可能啊，这太扯了啦。哥姐我跟你讲，我真的不相信，怎么可能？哥姐我们从头到尾都在门那边呢、欸。我知道哥姐，这会不会是老师说过的障眼法？就是他故意让你看到，但是他不会让你注意到，但是结果就这么发生。这是不是障眼法？哥姐超你带，我现在经常给我刷笑脸，我其他我的气干不要啊，气干嘞！哥姐小心太监不是跌捆，而是跌钱哦。我今天就可以给他嘞，你阿伯给我。可惜会不会是障眼法？会不会一下去他不见，他要回去了？好悲啊！哥姐，帮我去看。可是我很紧张哎，超伟大。我真的会怕，超伟大！要回去看哥姐摔一跤，要回去看哥姐摔一跤。哥姐，我缓一下，超伟大，我缓一下，真的太刺激了，超伟大！你还孤零工，还有没代志，花钱叠花辛苦顶啊！干嘛都够可怜，我该喊的代志呢？吞掉了，我再一直吐也不是办法。不好意思哦，阿伯，我拍阿皮，你阿你卖小气哦，
拍谁哦，你的法力我见识到了，我真的被你吓到，你法力无边好不好？表情不见了啦，可是衣服不见了啦，衣服真的不见了啦，衣服不见了，可是衣服真的不见了呢。不好意思哦，打扰一下阿伯。我操！靠背啊！可以那么打开的呢？那原本是关的，我关起来呀、那门打开没声音的呢，你不觉得很扯吗？怎么会？他那门刚刚小吉开门的那个门哦，因为它底会摩擦，会像的咦的声音，我会关门哦，他开门没声音的呢。衣服是挂在上面还是浮空贴着墙壁？哥姐，你当他大卫魔术师啊？哎呦，拍谁啦？贝，不好意思，踩坏你的玻璃，我哪知道？那挂在钉子上面呢、啊？那就挂钉子上面。有人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可是没人呢。他里面在摔东西，你有没有跟我一开始讲故事一样，邻居都听到里面在摔东西的声音，可是那阿北已经走了，没人呢，没人呢，有豆子还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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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找回他，那写着什么是鬼屋啊，靠北啊，鬼屋啊，这什么字？中什么？中什么？这阿北说他家鬼屋哎、欸，这写着什么字啊？阿北说他家鬼屋哎、欸，哥，我要走了，扣铃铛。我可以关门哦，你开门要声音呢。哥想把衣服挂回去。阿伯，你的衣回来哦。阿伯有品味的啦，鬼斧啊，而且鬼斧呢，日本的啦，日本的啦，日本片的，强诱人，哎呦，超威大，怎么有这个东西出来？不要不要不要，而且这个超年代，哦，不简单，这个应该三十四年以前的，可是这个是你们那个年代的 CD 呢 ，DVD 呢，开始，哦，不好意思，马上离开，对不起，打扰了，真的啊，那个是。
好了，可见我们走。该道歉一下好了。不好意思哦，如果有打扰的地方，这边跟你说声抱歉哦。拍谁拍谁，阿伯拍谁啦？哦，打扰了，不好意思。我们要从那边回去。门又开了，车回到我关门的太。车回到，真假的？我关门了，他要开门。你们该我看到他看到开门，哥姐，你们该我看到他开门了，哥姐，刷一星。那阿伯心想说：“你娘，这搞事囡仔终于来找啊！你娘，不好意思，阿伯，你要我走，你就不要一直灵动给我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一定会回来的，阿伯 ，see you again。”我操，伟大嘞，真的开了嘞。那衣服又会不见。Everything is under my control。阿伯拍谁？我真的要走了，你不要再开门了，好不好？操，伟大，我这次都退路啊。阿伯，我先走了哦。我有打扰到你，真的很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我拍影片而已。好，拍谁？拍谁？拍谁？好，赶紧走。椅子上有黄布哦。哦，这个是那个。赵薇的可姐，这个是毛毯啊，你们叫 key 去干什么呀？有人说这是往生杯了，走。往生杯上面会有娃娃的形状，那 key 干什么呀？往生杯装可爱是不是？对对，要开玩笑。哎，阿伯，我又来了，开门了是不是？阿伯啊，我跟你讲，主持人他说出了，阿伯哦，我请伊跟你讲，今日。我跟你交流交流够多，是我很慢，但是我较实在啦。你讲，你会当介绍我好药吗？我一直咳咳嗽，我真正挡袂掉，好不好？阿伯，你会当介绍我好药吗？有空拍是不是？好，可是我空拍一下。有空拍一下。哥有空拍一下，好不好？看看门到底会不会打开，好不好？哥哥，你出去。操你妈！有事再打给我，好不好？哥姐，我不想待在这边，你们自己待，要带你们自己待。空拍。走了，
这个待在上面不会怕，我陪你来好不好？也可以开门哦，一些文字啊，快点！阿伯，等一下，阿伯，等一下！不好意思，打下文字。阿伯不简单呢。为了这么做，这边睡得着，对对。可惜小鸡拍到了，那门自己打开，超坏的。你们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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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。阿伯，谢谢哦，谢谢你给我拍到门自己打开，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，打扰了，对不起哦，真的有打扰到你的地方，真的跟你说声抱歉哦 ，I'm so so sorry， 非常抱歉。快点，冲吧，冲吧，冲！可见你们追踪小鸡的赖官方赖，小鸡以后开播的话，我都会从官方赖通知你们。官方赖是小老鼠 CHICK888。哦，隔间，那这个一定要加入哦，小鸡的YouTube 频道，以后我小鸡都会转正到这边的晚安小鸡的官方频道，这个是 YouTube 的订阅，记得帮我这个订阅打开，好，你们到这个界面哦，帮我打这个订阅打开，开启小铃铛，这个小铃铛一开呢，以后小鸡 YT 直播都会通知你们，